我们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 Cornell 主办的 Informal Dinner， 在一个原住民的餐厅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 Cornell 办的活动，都非常的特别。它不只是让我们吃的很饱，它让我们还有心灵上的享受，还有音乐。那我们所有的餐，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，应该可以。其实对我来说算 soul food， 因为那个餐不是在平地吃得到的，所有的食材全部都是从部落运过来的，然后他料理的方式也是由部落最自然的方式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添加物。那我想当天有去的舍友都应该会非常感动。那没有上没有在这一组的舍友，没有去的舍友，其实有机会也可以去这个咖啡店看看。那如果要用餐的话，要事先预定，他的咖啡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特色，非常的香。再次谢谢。Next, may we have for Terry and Amy to introduce, to announce our, about our charter. 我们请 Am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1月20号 charter 的活动内容。Good afternoon. 就简单说一下，就是邀请大家在1月20号的时候 ，Warren 来参加我们社的30年的生日 party。对，那这一次我们是因为是30年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会盛大